什么事？你说。就是如果你有超能力的话，差不多2023年了，你问这个问题真的是很，对。你什么意思啊？人一梦想而伟大吗？算了，可以这种人讲哦，真的是。什么这种人？这种人什么意思？啊，不然说看，你想哪种超能力吗？我想要当魔法师。魔法师？你是哈利波特看太多哦。哦，用魔法很酷哎！你不觉得哈利波特超帅的吗？帅归帅，但你应该只能当一个麻瓜吧？你什么意思啊？偶尔幻想一下是不行哦。好了好了，虽然哈利波特的小说跟剧情都很好看，但拜托就不要当魔法师。你什么意思啊？算了啦，我要再去重看一次小说，不想跟你讲了，这种人真是。看那么多次是不会腻哦。现在欢迎西高第24届社长上台致辞。大家好，我是西高管院第24届的社长。首先，我感谢各位的莅临，然后。还有我的家人跟朋友，还有感谢台上各位学生的家长，因为有你们支持，才有我们今天的音乐会跟今天的成就，让我们可以在繁忙的课业里面培养兴趣的机会。这次音乐会很感谢学校大力的支持，还有我们最辛苦的徐佩嘉老师，虽然我们常常有时候吹错音或是。打错拍子会被他骂，但他依旧没有放弃我们。还有最谢谢台上刻苦练习的团员们，没有你们就没有今天的音乐会。另外，你们所看到的海报、然后小册子跟招生影片，还有舞台背景，都是我们成员们一手打造的。最后，我想邀请第24届西高管院的干部们下台一鞠躬。J.K. 罗琳所创作的一系列魔幻小说，故事以一个名为哈利波特的孤儿为主角，描述他在霍格华兹魔法学校的成长历程和与邪恶的黑魔王伏地魔的决战。此曲是作曲家约翰·威廉斯为哈利波特系列电影谱写的主旋律，常被视为整个电影系列的音乐化身，也是该系列电影里最知名的配乐。现在，让我们欢迎西高管院为我们带来最后一首曲子。Yeah.